牛肉中含有哪些营养成分？一、牛肉提供高质量的蛋白质，含有全部种类的氨基酸。各种氨基酸的比例与人体蛋白质中各种氨基酸的比例基本一致，其中所含的肌氨酸比任何食物都高。二、牛肉的脂肪含量很低，但它却是低脂的亚油酸的来源，还是潜在的抗氧化剂。三、牛肉含有矿物质和维他命 B 群，包括烟酸、维生素 B1 和核黄素。牛肉还是每天所需要的铁质的最佳来源。四、牛肉还含肉毒碱，吃牛肉可以帮你增强免疫力，促进蛋白质的新陈代谢和合成。